不是你亲手点燃的，那就不能叫做火焰。不是你亲手摸过的，那就不能叫做宝石。你呀你终于出现了，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，这颗心就稀巴了，整个世界就整个崩溃。不是你亲手所杀的，下去就毫无意义。你呀你终于出现了，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，这颗心就稀巴了。